来，快，哎，不用啊，不用，没事，伟哥，我们年轻不怕淋雨。这咋行啊？来，嫂子，这穿上吧。谢谢。哎，过两天我去连部，到时候还给你们啊。哎呀，别客气，伟哥。哎，小浩，咱们到那边。 浅浅播一下，因为我真的很痛苦，还有一个作业没有写。那还好是就是被封在家里，不然的话被封在外面就很那个。对啊，就是那个自测盒，就是让我们看那个舞蹈视频。然后还要写，就是一些个分析。咱俩一起，还有个照应。哎，不能往前走了，不能越界。哎，不能越界。没有规定字数了，也不是什么观后感，就是一个类似于像评价打分一样的东西。合影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啥，一打开电视就是这个。还没有开始换台。然后过节的时候，我们家里都……那就是辜负了他们的期。让空中有足够的滞空时间。田径。足够的滞空时间让他充分的做出。不要赛，怎么这么糊啊？身体呢也完成着陆调整。看不清楚。双脚往前拼命的蹬。先放着吧。整套动作就会显得很紧凑。接下来是乌莱卡的第四跳，他还有三次机会。因为我也才刚回来不久了，我们今天回来的比较晚，我还就是在那边紧急点了点外卖，买了酸奶。今天眉毛就是画的比较浓重吧，而且今天这个眉尾没仔细画，说实话。感觉向前向上做，向前飞。买了几盒子酸奶，吃上了，还没吃完呢，带回来了当我的存粮，我就明天就可以大吃一顿了。这其实也是我以前的眼镜了，但我最近戴的不多了。我们明天说实话不知道，但是我已经听别人说会了，我听别人说明天不上班，但是也没有发具体的那个通告呢。我觉得应该会的吧，不然的话很危险，万一我们去练了之后，然后让我们别走了，这个咋整？那我岂不是还要把我的全部行李都带着去排练。我不知道啊，但是谁知道他的现实情况呢？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亚维是西班牙国内冠军，刚才这一下也是。网课，那还是得上，只能见缝插针一下。现在这场上的囤，我之前囤过一次，但是不能算干粮，只能算小零食。如果要填饱肚子的话，可能不太行。好像那种主食类的不多，什么面呀、饭呀的，也就这么一两盒。历史第三，这女子室内的前三名的成绩。但过年还是那些东西还是没吃完。这个记录呢是一个标准的糊涂记录。对，因为我们有盒饭嘛。这是前东德选手德雷士特。不行，我看我的嘴不顺眼，我要补一下口红。
回来了，因为有点没涂均匀。选手呢，今天感觉比赛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，就是。但是，我妈给我寄的，她给我寄了点啥呀？她好像就给我带了点凉皮儿、擀面皮儿，哦，放中心了。嗯。头发算是长长了，我就觉得披下来的话，已经就是有点，又到那个很尴尬的时期，我真的很痛苦，我都想直接拿剪刀给它咔嚓一剪。但是呢，你这个助跑速度特别快之后呢，你整个身体，我觉得可能会放坏，但是也不知道。你就找不准这个起跳踏板的这个点，一是容易犯规，对，就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第二呢，你起跳这一下力量的转换，起跳步，我看一下。这种比赛感觉。我要暂停一下，因为我的室友要回来洗澡了。我就是暂停。五根，我也不知道多久。五根呢是进入佳境，它是后边这几。现在是28分，我暂停到35分。嗯，大家相互转告，然后我就不关了。这样会不会把很多人晃进来，然后一直在那看黑屏？哦，你说的也很有道理，我作业还没写呢，哎，真的很痛苦。吴根现在是6米7。啊，写个公告。这个成绩，嗯，比他第三档6米8稍微欠一点儿。36分吧。他目前仍然是排在第三。36分，开始。